今天我们来到设计路 Amy 买一杯看他衣服没那一款。哎 ，Hello Amy， 你好啊。Hello， 你好。这是你哪里担当做 Jelly Gate 鼓励你姑妹别看伊 Gate 嘞？哦，我只是做 Jelly Gate 而已。你做这 Jelly Gate 大概做几年了嘞？我大概做了4年了。哎，我想问你啊，你就讲顾客点哪一个你都有变化做的，顾里有哪一个你没变化做的嘞？有些也是做不到了，不过我都会尽量满足顾客，他们要求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原来跟我交流的可能讲只有一点给啊。通过 WhatsApp 还是 Facebook 还是打电话给我都。但是讲我一点给啊，大概对你弄时间。最好是一个星期前哦。两根、三根下来没？是看我当时有没有订单哦，当天有没有订单。如果没有订单，我可以做到。给个，我就拿这个卖，我等到你个女厨就别多啦，鼓励女巫负责跟我去选选的地窝呢。他们多数自己都来我的家拿，除非是住邦哥岛，然后我就去送去马里纳那边，然后他们自己来拿。这里给的大概是该也是出哪烟起到哪烟呢？多数都是68到500块之间了。今天就交嘞？当天来到再给咯。还是 bank in 给我都 OK 的。OK OK， 感谢你。喂，老嗨，这里都有点诡异哦。